玛雅文明曾深入中美洲。 Tico 就是当时知名的城市，它的寺庙曾是西方世界最高建筑，国王和建筑师的纪念碑。几个世纪以来， Tico 变得更大，充满了艺术和科学。在它巅峰时期，约1000年前，它突然被遗弃了。发生什么事了呢？从以前到现在，城市如何保有它的文明和生存？Roraima 山是个被世界遗忘的生物孤岛，被风和雨侵袭着。在这个养分贫瘠的环境里，植物为生存发展出不同策略。一些转变成肉食性，设陷阱及吃昆虫。某些肉食性植物以鲜艳外表和香味引诱昆虫，它们手套般的外形也是一个完美的陷阱。